们来尝尝看这边有多道地的小卷米粉，而且不用跑一趟台南咯。它的汤头呢最特别了，它是用了8到10种的水果跟蔬菜去熬煮。哇，它的汤真的很甜哎！我跟你讲，这个汤我可以喝一大锅，因为它很甜，然后你可以喝到真的甘蔗的甜味，然后还有苹果。小卷啊，是每天新鲜直送，而且是整只下去切哦。你可以看到它里面呢蛋有两种，一种是比较光滑面的，一种是颗粒状的粗粗的。讲了一个是有点脆脆的，那个有蛋的呢，它是有一点点颗粒状的沙沙的。